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是不是？什么老师？我是图景，离开学还有两天时间了，是吧？我是山田啊，是是，对不起。图景老师您好，山田老师您好。喂喂，我是山田，知道吧？我才是图景。哇，糟了！暑假还没过完，把老师的名字都给忘了，真有趣儿，真有趣儿。连自己恩师的名字都搞错了，你真是。就看他的了。喂，你们好。哎，他叫什么来着？不就乱太郎吗？乱太郎是我，他叫阿丸吧？我才是阿丸呢。那么他叫什么来着？这群混蛋。老师你好。没，他们暑假歇过头了，连你的名字都忘了。你告诉他们吧。岂有此理，连朋友的名字都给忘了。我的名字吗？我叫什么来着？你的名字叫新兵卫，新兵卫，新兵卫。啊，这暑假过得头脑都发呆了。图景老师还有资格说别人？瞧你这衣服穿的！啊，糟了，这不前后穿反了吗？哦，我说图景君，这成何体统？可是山田老师，你看你……哦，走了。山田，图景啊，院长，你有何吩咐？其实这个假期不知怎么搞的，连怎么穿和服裙裤都忘了，帮个忙告诉我怎么穿呢、啊、连院长都这样。尿尿时把后腿抬起来。什么？让我来治治大家的病吧。是的，霍伯君剑术高超，我相信你一定高兴。我知道了，好吧，先从谁开始呢？可是这剑……且慢，看剑。不要不要。对，现在开始上课，快打开课本。老师。快点儿，动作要快点儿。真是岂有此理！暑假还没结束呢。为什么偏偏叫我们提前上课呀？离开学不还有两天吗？离开学的确还有两天时间，但现在你们必须得上课。为什么？住嘴，听着。乱太郎0.7，新兵卫1.0，阿丸1.5，这就是你们假前的考试成绩。我的成绩不会这么差吧？上下左又怎样？请啊，新兵卫1.2。我不是指视力检查，这些可怜的数字就是你们的考试成绩。什么？太惨了！这就是你们的成绩，真是无可救药。
那该怎么办呢？所以趁还没开学叫你们来进行补课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是。隐身经文，可是我们宝贵的暑假怎么过得这么快？听着，那已变成遥远的过去了，令人痛心呐，老师。住嘴，坐下。明天就考试，回去好好复习。明天考试呀、啊！糟了，事先不通知你们了，来个突然袭击就好了。总之，如果考不好，肯定要留级，听清楚了吗？留级。那颗星星落下去了，怎么办呢？真愁人。留级有什么不好？你懂什么？要是留级的话，我想舅舅回家帮家里人锄地里的草了。我要是留级的话，这辛辛苦苦赚来的学费钱不是白交了吗？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！我承受不了这一打击，会卧床不起的。留级的话，我得跟爸爸一起去清景泽别墅，在那儿整天吃喝玩乐，无所事事，会很无聊啊，怎么办呢？新兵卫，你别这么哭丧着脸好不好啊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还不睡觉呢？山田老师得给我们讨个公道啊！土井老师实在太过分了。你说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土井老师讲明天要进行考试，这有啥大惊小怪？可是土井老师说考不好我们就得留级呀、啊、老师求你帮我们个忙吧。真的怕什么？如果留了级从头再开始学不就可以了吗？我们坚决不同意。那么想办法把考试题弄出来，问题不就解决了？那倒也是，那再好不过了。那偷看考试题就不得了了。偷看考试题、这怎么能行呢？可以吗？那就是啊，怎么办呢？安静点儿。当然了，偷看考试题这在别的学校是绝对不允许的，但这是忍受学员是忍者的学校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，那才算是真正的忍者。即使是考题被人偷看了，那也是土井老师的过失啊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妙极了，忍者的世界真是无奇不有。对了，我帮助你们，大胆干吧。这下可热闹了。好，开始吧。山田老师，这事你为什么这么积极呀、啊、这是一次好机会，我想给你们传授引蛇出洞术。引蛇出洞术？对，所谓的引蛇出洞术就是潜入敌人的阵营之前，小思小计把敌人引出，然后出其不意的潜入敌人阵营中去。这样吧，乱太郎，你去打头阵，拿本教材去向老师求教。等土井老师一出来就，由我和新兵卫趁机进入房间，偷看考试题的内容就行了。请记住，把对方引出来之后，潜入屋内的人要格外小心谨慎才行啊。是，这走廊的尽头就是土井老师的房间。好，我们慢慢靠近目标。小心，这条走廊的地板吱吱响，要千万小心。是真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对，地板开始烂了。是这样。嗨，有办法了，大家照我的做法来，可是要小心点。新兵卫，你不去吗？我去去。混账东西！老师对不起，是我不对啊。快走吧。是。山田老师怎么办呢？乱太郎他们已经走远了，怎么办呢？少说废话，快点走吧。总算到达目的地了。乱太郎，
为你小声点。为什么？被土井老师发现就糟了。嗯，在乱太郎引开土井老师之前，千万要隐蔽啊。阿万，你准备干什么？过一会儿我和新兵卫一起潜入屋内去。哎，你们两个跟谁说话呢？啊，那么潜入进去之后呢？干什么在这深更半夜？没什么事，没什么，我们是来偷看考题的。果然不出所料。老师，对不起呀，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留级呀。不，这是我的错。山田老师，为了教给他们引蛇出洞术，我有意策划了这次行动。山田老师，你看，不用多说了，责任由我来负。可是这个山田老师真啰嗦。土井君，你到底想说些什么呢？你的裤子开了。哦，这我倒没主意。可这是新兵卫的所为呀。你伤得不轻啊，这得赶快上药包扎一下。哦，谢谢你了，真是做他们的老师得有几条命才够呢。等等，老师们都上哪儿去了？哎，等等，看来土井老师的房间空空的。啊，看怎么回事啊，引蛇出洞术。对，太对了。啊，找到了。啊，这下可好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老师坦白昨天夜里偷看了试题，是不是啊？是的。混账，偷看了试题还答成这个样子吗？试题是看了，可是我们不知道答案啊。住嘴。